想拍戏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干演员的。我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，我根本就帮不了你任何事情。独立行走特别重要。近日节目最新预告里，李秉熙说自己想演戏，张雨绮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演员，独立行走特别重要，在网上引发热议。随后张雨绮、李秉熙两人都发文回应此事，称被节目为制造娱乐热点，恶意剪辑，之后将退出节目的录制。两个人发文退出节目录制后，网友回复张雨绮好好搞事业等，回复李秉熙则是学音乐的为什么要去拍戏，太帅了。这个不难，这个真不难，和那个比生这个真不难。等会儿我还没过来啊，太帅了。哇，你要玩吗？太帅了。你看雨绮还是很会夸的。对，这个没什么，这不是他，主要是有网，你内心就不害怕了。你真的像汤姆·克鲁斯啊？真假的？你以后可以拍那种在吊一个手臂吊在那个高楼上那种戏。你看他好会鼓励他。